千秋扬名，万古流芳，满门忠烈，丹心照汗青。又到这家茶馆了。是啊，昨天晚上可真难熬啊。对呀，这平常我老感觉到夜里是非常的短，还没睡饱天就亮，谁知道昨天晚上我闭眼张眼不知道多少次才看到天亮。这种心情我了解。二位早啊。走里边喝茶啊。不老板，我们兄弟俩还有一点小事，马上进去，马上进去。哎，要来啊！好好好，我要到昨天那个地方去等他了，好让他知道我是真心的。那我也要去找我的他，不要忘了，5:00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汇合。那当然了，我要让你知道我一点都没有夸张。到时候谁的比较漂亮才能见分晓啊？咱们走着瞧，走。你怎么会到这里来？我喜欢四处逛逛啊。我因为我娘亲身体不舒服，所以。你不要骗我了。我骗你？其实我们两个也不过刚刚才认识，我怎么能干涉你交朋友呢？算了。哎，我想你刚才弄错了。我不会弄不清楚的。你听我解释嘛。我告诉你，刚才跟你在一块是我的好朋友，你不要以为可以周旋在我们两个之间呢。你的好朋友我才不放在眼里呢。你我们两个现在算扯平了，咱们走。好，我们走。昨天晚上是长夜漫漫，今天晚上又是漫漫长夜。真想不到，昨天晚上我们兄弟俩是为了同一个女孩睡不着觉，今天晚上还是一样。
可是心情就不同了。是啊，会不会他想要一箭双雕啊？他空有这个花容月貌，想不到他心中居然有这种邪念。我看他对你挺不错的。不，我看他对你可能比较好。哦，昨天我看你们两个卿卿我我的，我正想喝酒就把我自己给喝死了。交战，我们兄弟俩从来没有碰过这种难题。现在我已经做了决定，我要将他拱手转让给你。让给我？是，因为我对女人比较内行，你不要怕我找不到更好的。不行，我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这辈子最喜欢的就是喝酒，不是女人呢、啊。没有了女人，我还可以喝酒啊。可是你就不一样了，你年纪比我大，你老得比较快，比较找不到这个更好的女人。我看你就自己收下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天下何处无芳草？何必单恋一枝花？我绝对不要。我也绝对不要。我就要你要。我就要我不要。我，哎呀，我告诉你，为了我们兄弟的感情，我要你这一次听我的。不，我什么都可以听，我就这次不听你的。你岂有此理啊你！你莫名其妙啊你！你不要敲了！不要敲了！交战不来啊！你们吵什么？不要理我们！不要理我们！你们两个干什么？都是他。哎，奇怪了，你们昨天还是高高兴兴的，今天为什么搞到如此啊？哦，是不是为了女人？你们昨天才认识的，而且你有你的，他有他的。何必要伤感情呢？可是我们认识的是同一个女人呢、啊。是啊，哦，原来你们两个都想得到同一个女人，所以才吵起来的。不是，那是为什么呢？我要让给她。现在只有一个女的，你们两个男的，是不是？是啊。所以这个选择的权利就在女的身上，不是在你们手上。对啊，明天我就为你们走一趟，为你们找出一个答案。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。你们两个今天就好好的睡，不要再吵了。是。就这个家，就是这。那好，你们两个就在这等我。哎，刘公子，你得让他出来告诉我们结果。啊，知道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我没办法帮你们的忙。啊？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们两个？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简单，还是靠你们两个亲自进去才可以解决。那我们算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是。哎，不行，来，进去。来。原来是他们两个同时认识的双胞胎，所以才搞到误会重重。
这两个人真是活宝贝。这可好了，以后他们不用再争了。这就是嘛。禀太君，外面有两官兵求见杨元帅。请他们进来。是。会有什么急事？六郎，我看我还是回避一下。好。参见太君，参见杨元帅。不必多礼。什么事？由于辽军大辟万境，北城门已经失守，圣上特派微臣来恭请元帅入宫共商国事。二位稍等。是。杨元帅，辽国的军队已经攻入北方的边境了。臣也有所闻。朕现在就派你出征抗敌了。目前情况危急，臣应该出征抗敌。不过，你有什么意见，不妨直言。只因为我国延年征战，军队补充不足，现在全部部队都是新兵，比起先父所率领的善战精兵，实在是差了一点。对，这个问题绝对不容忽视。那你的意思是让敌军长驱直进了？那当然不是。臣虽然不能力敌，但是还可以智取。智取？杨元帅，你有什么计策？臣还要重藏机宜。好，杨元帅，你回去以后好好的想一想，明早上朝以后，再告诉朕你的计策。臣遵。擒贼先擒王啊！我看现在只有去刺杀辽王，才可以击破对方的攻势。这是最好的方法了。耶律天威武功高强，我们找谁去行刺他呢？当年荆轲刺秦王失败的原因，就是由于秦武阳恐慌，弄致图穷匕现，是选错了人的。对，现在我们只要找到了一个武功高强、有胆识的爱国青年，绝对可以成功的。这个就是难题。对了，柳天池有胆识，武功了得，更有一腔热血，我看他是最佳人选的。柳天池。柳大侠，六郎，找我有事？对，请坐。请。我有一件事要与你商量。什么事呢？身上已经要我立刻出兵征辽。不过，目前我们的军马大部分都是新兵，比起先父所率领的善战精兵，实在差得太多了。在下也有跟八仙王研究过，目前我们的军力不能够应聘，只能够智取。擒贼先擒王，我们先要把耶律天威除掉。可是耶律天威武功高强，而且练有一身金钟罩，想除去他并不容易。不错，不过我们已经计划周详，目前只是差一个人选。六郎，你的意思是？目前我们希望柳大侠助我们一臂之力，不知道柳大侠是否能够为我大宋担此重任。好，总有一天我要让大宋归我大辽之领土。启禀大皇，外面有宋国求降使者求见。求降使者？可有降书？该使者说要亲自交与大皇。带他进。是。没想到大宋会向我耶律天威求降啊。
这岂不是你实现你的诺言吗？要不是我让那无能的太后退位，大辽国能有今天吗？请。参见大王。你就是求降者？正是。可有降书？哼！上面的贡品太少，有没有割土地给我大辽国？那，那就让你的狗命！哎。天池，原来是你！不错，难道不怕死？死有何惧？好，那我就成全你，让你在九泉之下跟那杨八妹做同命鸳鸯。哼，她已经死在绝情谷的食物内。真的在绝情谷？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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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被耶律天威那个奸奸杀了。好，我要去找八妹。刘大侠，刘大侠，元帅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辽兵军大起攻过来了。绝心剑法可以破金钟罩，当然，否则我怎么会学你？好，那你可以对付耶律天威了。他是我要杀的第一个人。耶律天威现自封为辽王，还率领大军攻打我们大宋，杨六郎现在很危险。走。
甲不留。八妹，回去再说吧。对，走。师傅，师傅，你下去。师傅，你的伤势可不轻啊。单脚丧失五十公之功力，保住这条老命也是万幸。师傅，那您的功力是不是全废了？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这好了，师傅，你赶快派兵围住营房，不准闲杂人等进来，闭宫应讯，以免敌人趁虚而入，知道吗？师傅，您放心。丧失了五十年的功力，就像废人一个，何不让您的金钟罩护理神功传授于我？畜生，大逆不道的东西，我是你师父。师父又怎么样？畜生，我不准走。原来有这样的奇遇，八妹，其实你也早应该回来，不要让我们担心了。虽然绝境剑法有如此的威力，可是我刚才看你出招，也实在太狠了一点。出剑本来就是不能容情，当然要狠一点了。这是练剑者必须知道的。八妹，可是，八元帅。什么事？辽国酋长使者求见。酋长使者，请他进来。是。小心有他。来者何人？臣奉萧皇后之命，特来向宋国元帅求降，奉上降书。萧后，欲化干戈为玉帛，本帅定会回朝禀明身上。谢元帅。回去跟萧后说，我们有一事要求。臣听命。江潘美通敌的信件以及证据统统要交出来。是。你尽速地办妥此事。是。请回吧。是。潘美，我要看你怎么死。杨元帅，臣在，你办得好。圣上，这次杨元帅平辽有功，辽国萧后休书议和，
这真是圣上的鸿福齐天。好，杨元帅听风。臣在。杨元帅，你平辽有功，朕在加封你为兵马大元帅，以后所有三军由你调配统领。谢圣上。交战孟良。臣在。你二人功劳也不少，朕封你二人为兵马大元帅，坐前先锋，另再加赐黄金千两。谢圣上。启奏圣上，此次奸贼都是杨八妹手刃。杨八妹听风。小女子在。杨八妹，你手刃奸贼，令敌方溃不成军，朕就赐你。圣上，小女子什么都不要，只有一事要求圣上。禀上，现有潘美通敌之证据，请圣上明察。有这种事？圣上，绝无此事。有证有据，你还赖得了？这件案子非常的复杂，待朕回去看过以后再做决定。退朝。哎，潘美，杨元帅，你不要冲动。潘美，既然有罪证，为什么不早跟我商量呢？就是嘛，杨八美，这件事情从长计议才是啊。这也是我疏忽的地方，不过证据都齐全了，我相信潘美是赖不掉的。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八妹，我觉得你这次回来好像变了。哼，当然了，经一事长一智，我眼见人性的丑恶，师徒、夫妻、兄弟都可互相残杀，你说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可信任，有什么情义可言？不错，有些人是无情无义，可是大部分的人并不好像你所说的那么可怕。是吗？那你又如何呢？我跟你怎么会无情无义？算了，我不想再谈了。我们要去丞相府，今天就是潘美的死期。国丈，这次圣上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办，我想还是请国丈坦诚地说个明白，免得开堂问案，国丈脸上也不好看。哼，我潘美做事一向光明磊落，问心无愧，你们想治我的罪，就要拿出证据来。你卖国通敌，罪证确凿，你能抵赖得了吗？我没有。大胆，你还不从实招来？哼，这些文件完全是八妹她存心诬陷我的。潘美，我早就料到你会来这一招。八妹，光有物证是不能定罪的。寇大人，我有人证。好，带人证。带人证。寇县大人。嗯。潘国丈，过去多年我为你传父信件也不少。你什么人？我根本不认识你。这是你给我的通行证。妹妹，你还能狡辩吗？寇丞相，潘美通奸卖国，祸国殃民，应该严加法落。潘美啊，
你真是罪大恶极。好，我先奏明圣上，再行定罪。目前铁证如山，应该非判死罪不可。这，寇大人，当初潘美害死我爹的时候，要我们杨家全家抄斩，现在他罪证齐全了，应该判他诛九族。可是，寇大人，圣上派你审理此案，你就可以判他的罪。好，那就判他个问斩。哼，你想问我的罪，我有圣上给我的免死金牌，谁能是我的罪？好，那就先打入天牢，再行定夺。出了什么事了？我要死，你就杀了我吧。干嘛要生要死的？朕怎么舍得杀你呢？皇上，他们要杀我爹。啊？我爹如果死了，我也不要活了。嘿，你爹有免死金牌，他是死不了的。可是，哎，你爹通敌卖国，有凭有据。朕对他也非常的失望。那我也死了算了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可不是嘛，我爹如果是罪无可赦的话，那我也是死有余辜了。他是一念之差呀。朕既然吃了免死金牌给你爹，绝对不会出尔反尔的。反正他年纪也大，正好可以告老归田，也可以享享清福啊。这，你放心好，你是朕的宠妃，朕是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谢先生。潘敏这老贼老谋深算，现在皇上面前求得了免死金牌。这人狡猾如虎，他通敌在先，知道总有一天会被揭发，这就是他棋高一招啊。想他已经年已老迈，现在罢官归隐，告老回乡，对他来说也是相当大的打击。他家财万贯，富甲一方，罢官回乡，颐养天年，享其清福，没这么便宜的。但是皇命难违啊。他有个女儿在圣上面前得宠，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动其毫发。我就不相信。八妹，你别轻举妄动。你放心。没有，没有。焦湛、木娘，嗯，现在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请求你们两位帮忙。请大姐尽管吩咐。可是现在你们是兵马大元帅的座前先锋，有权有势，还有星星跟君君，我想啊，大姐请不要取笑我们，我们会有今天完全是大姐所赐。是啊，要不是那天我们当机立断紧随大姐左右，我们哪会有今天呢？你们两位大不忘本。是啊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此话当真。好，我要你们两个去对付潘美那个老贼。可是明天他就告老还乡了。不要紧的，只要你们照我的话去做就可以了。
两位客官，你们需要点什么？哦，给我们两个上好的房间。好好。把东西抬到我房间去，然后你们到马房去睡觉。是。我看这么多东西，还不如放一点到我房间里去了。不用了，明天一早就上路了，住一个晚上没关系的。客官，要不要来点什么小菜？嗯，来点最好的。是。爹，我先回房休息，待会儿再过来。好吧。送我到房间。客官，请。对面的房间，好，那我就先对付潘美。哎，那潘虎呢？我另有打算。他怎么样？银子差不多光了。我再另外有个办法对付他。哦，这位客人说不在这里留宿了，要你马上上路。哦，快点，他们在下面等你。我爹呢？大人吩咐说有要紧的事先走。哦，奇怪，不是做得好好的吗？什么时候走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是店小二告诉我。好，快收拾东西，马上走。是。是哎，你有没有觉得大姐好像变得好多？就是嘛，我也这么觉得。那大姐以前不是这个样子。是啊，可是她现在变得心狠手辣，尤其是当别人痛苦的时候，她最高兴。对他们来说好，虽然是死有余辜，可是也犯不到这么折磨她。是啊，可是我们又不能不听大姐的。算了算了，我去布置布置。来人！来人！啊！对！心中有鬼，自然怕鬼啊！就像你一样，心里怕胖，越吃越胖。
命！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跟我去见阎！不，别，别，我不能走！秋水姑娘，不要再说了，你们走吧。哎，秋水，秋水姑娘，秋水，秋水姑娘，大姐，这怎么办呢？走。啊，大姐，别说话。大姐，大姐，六哥。我没办法替你劝秋水回来了。六郎，我看这件事情还是由你自己来决定，为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现在国家已经太平了，就算没有我这个元帅也不会有问题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只要我不做官，我就可以跟秋水无牵无挂的过日子？好，我不反对。我要去找秋水，当面跟他说个清楚。秋水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是来接你回去的。六郎，你放过我吧，我好不容易能平平静静的在这里过活，你这一来，秋水，你真的不想见我？可是，现在你已经是元帅了，我只是一个出身青楼的女子。秋水，我很需要你。六郎，因为你，秋水离开了青楼生涯，秋水愿意为你做任何事。即使为民为卑，但是秋水为你嫁给杨家该娶的人，应该是门当户对的正当女子。秋水，我为了你已经辞去元帅的职位了。为什么？辽国已经下书求和，再往后几年应该不会再有战乱，而且我更不希望你在这里受苦。秋秋，答应我，跟我回去。娘已经答应了，难道你真的要良心来不可吗？
我是风，卷起一场连环雨。我是风，我是一股焦躁的风。我想我是疲倦了，少小离家老大难回，日日重复无尽的漂泊。磨损两鬓天霜，夜里独对